南山里在家北南四环边，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翻开《贝兰本志》第132页。倒数第五行，好，倒数第五行。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这个七种方便、七种缺缘方便当中的净察方便啊。之下的文义啊，又比较繁琐，比较复杂啊，因为净察之后。后面是想差，这个净差、想差，有时候会搞混了哈、那在文当中呢，也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么主要的就是说，杀盗淫妄是根本中戒呢，以人为本净，原本要杀的，也就是戒法当中最主要制定的对象会犯众的、人。那其他的境界来替代，那么这个叫净察、那要是说呢，在其他的境界啊、来替代的时候，这个从立场上来说，所以里头也讲到，从立场上来说，假使说要杀意境呢，你做人想，这个是想察，这个意境当中的，本来，比如说人，非人的境界来替做人想，要杀非人的话是想察、要是说呢，以杀人来讲，非人升起人想，人想要杀人，非人的境界来替叫做净察、所以说立场上的问题、看你啊这个所对的那个净立场上的问题、你是要杀人呢、要杀非人、所以在文里头呢不妨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啊这样有时候呢搅来搅去的头都晕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先呢跟诸位啊、说一下，那待会呢、到了那个文呢、我们再点一下它的意思、我们看呢倒数第五行、前面呢这一出第二段的势力净想烂、当中所引的文里面讲到说呢，问若无罪者，因得利种非人人想中罪呢？就是说呢，假使前面讲到对意气当中，意气里头就意境啊，其他境界来替代，这是没有罪的话，那为什么在立藏当中呢？净想句里头，非人人想切为结这个中罪呢，这是什么意思？那新中记就说呢，引力当中的杀戒的净想句第四句，就是非人做人想，非人做人想，它是犯这个中品罪。那他的意思就是意境要没有罪，为什么这个地方非人人想确实犯了中品罪、那么底下进一步就来说明，戒色系云，答此有净察方便罪也。有非人来人想不舍杀张行成而净乖意，妄张方便，
往非人边，本无罪也。祭祖言杀非人者，但终罪。如何其因已是终罪，亦不然也。这底下有三思，第一思、第二思、第三思，哈。现在所讲是第一思。这里头呢，后面的这个文分成有六段，有六段，哈，每一个三角号啊，都是一段的开始，哈。那么有六段，后面呢，我们翻过来134页，哈，洪公呢，啊，洪公慈悲啊，就帮我们整理这个科表，啊，那么依靠呢这个知主的行踪记，那么解释的那个分段，啊，来画成这个表。刚刚我们练的这一处就是细烂，哦，前面那一段是细烂，嗯，这一处呢就是说非人人想为什么就是犯中品罪呢？义气又没有罪，那为什么非人做人想犯中品罪？这是细烂。接着呢底下此由敬差方便罪也，这是第二段隐士。隐士当中啊有六段，哦，六段里头分成了两科，分成了两科。前面一段呢，最初引他是耶本经士，哈，他是就是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的。第二啊是属于明经士耶两经难，说明经师的解释，就是第三时就是先祖，哈，先祖解释的。那么这前面呢第一诗引他诗当中耶本经士，它就有一共有四个段落，六段呢用掉四个段落，哦，都是属于第一诗第二诗的说明，哦，那第一段呢，底下又分成两段，初耶想心解，这是，第一诗第一诗的解释，哦，第二次疑心结，它底下分成了三段，哈，这一出引他解，这是第二是那个他指第二是，哦，接着第二耶义次是第一次再来破次那个第二是，啊，耶义来破次，哦，再来第三引强为例是第二是呢，啊，第一是在破次第二次呢引敬强，啊，敬强方便呢，啊，来做例子，啊，这有四个段落，啊，有四段，一共有四段。那后面的第二明经是耶两境难，本境跟异境，啊，两境跟本境异境，那出内敬强难破，这是属于第五段，第五段，因境墙内那个境墙来烂破，前面呢第一师他先破是第二师呢，先只在破那个第一师，哦，那后面那一段呢第二的身经正解是属于第六段，哦，第六段就是正式的正确的见解，哦，这样子整个这个文理啊，啊，段落啊，大概是这样分别，啊，那里头呢我们呢就顺着这个文，啊，顺着文来加以说明，借书序云答此由敬差方便罪也，这是呢第一诗，第一诗耶想心，耶想心来解释，啊，回答说此由敬差方便罪也，就是想是人想呢，是人想就像杀人，那么非人来替啊，这叫敬差，所以啊就是杀人的方便罪，啊，敬差方便，
就是黑人的意境来替，使令了张三的事情啊不能成就了，啊，所以经常的方便罪，以杀人来说的，所以说此由经常，此由以啊黑人的境界来插替了，使令了杀张三的罪呢就停住在方便罪也。底下进一步说明。有灰人来，人想不舍，杀张新成而静观意。说呢，由于灰人的境界来替代了，而杀人来想心张三，哦，本境当中呢是杀张三，哦，意境当中有四个意境嘛，王恶是人境，哦，王恶灰人畜生物目，哦，那这个地方讲到啊，说呢由非人的境界来替代，而杀人的张三的想心不舍，所以啊杀张三的心呢心业成就呢，然而呢境界有所乖违差异，是非人啊，是非人望张方便，往非人边本无罪也。说对望的杀张三呢没有杀到，这是方便罪，对望者灰人这一方面来说本来没有心呢，所以啊没有罪的，因为他升起人想，他不升起灰人想，要生灰人想就是有杀灰人的心呢，就心境相当中便罪了。底下就说明了为什么呢，对望灰人边无心呢本来没有罪呢，底下讲祭祖无言杀灰人者但终罪，如何其因已是终罪亦不然也。说祭祖无言呢杀灰人的话那就是犯终品罪，灰人想有杀心，心方便命断，这五个原因，灰人想这样的心境相当啊会犯中品罪，他的本罪啊就是中品罪，如何其因已是中罪，如何其因为什么呢，杀灰人的因罪，怎么讲杀灰人的因罪呢，就是说呢境想句啊前面是灰人人想，要灰人想是心境相当，哦，你现在是要杀灰人，灰人升起人想是想差，想差的话就是罪差降下来了，属于方便罪了，要灰人想是心境相当吗，灰人当中呢升起的人想是想差，所以是属于方便罪，哦，所以说如何其因他的因罪方便已经是犯中品罪呢，因为例文它是解中品罪啊，就用这样反过来质问呢，啊，建立前面所讲这个不是这样解，是就着杀人的境差方便来解中品罪的，哦，所以说义不然也的道理不是这样，不是对灰人结换中品，而是对杀人的境差方便解中品罪。接着底下行踪记解释说，二隐士二初隐他是耶本净士，二初耶想心结又三，第二隐士，这个第二的由来就是前面是第一续难，前面那一段是细说烂问，啊，接着第二呢是隐，啊，隐士就隐这个例文，啊，还有杀灰人等等的这个道理来做解释，那底下分成两段，啊，也就两课，初隐他时耶本净士，最初隐他时
他识当中包含的第一识、第二识，就是本净。本净啊，就是杀人啊，人是本净来解释。底下有四个段落，在四个段落当中分成两颗啊，分成两颗，就是后面的，哎，我们换了134页的啊，这个科文呢、啊、这样对啊，对一下呢，也就能够清楚这个直的科文呢、啊、就看得到啊，在横的这样呢，有时候看不清楚啊，所以啊，分成两颗，这一出耶想心解。借出业的想心，就杀人的想心啊，来解释，就是说是杀人的方便罪啦、啊，啊，杀人方便罪。底下呢又分成了三个小段落，嗯、现在呢第一段的业想心解啊、哦，那么接着就是解释这个这本书的文呢、啊，啊、哦，不是后面的科啦，哦，科那个第二段等一下的哈、哦，属于第二段的文啊、哦，第二大段的文。接着呢，这个行中即说呢，又三，针对呢借本书这一段呢，又分成了三小段。善恶俱是定罪，此有净差方便罪也。只是判定啊结罪的情形是净差方便，杀人的方便罪，黑人的意境来插替啊，使人罪停止在方便啊。叫净差方便，由下是所以，由非人来之下是第二段解释他的所以然。那么彼为历劫中罪，还从本净，不忘非人。彼就是第一师，第一师认为啊，在律藏当中呢，这个非人人想解中品罪，还从本净，还是从就就着本净这个人这一方面来结的，而不忘呢非人来结罪的。那么句下，则记住五言杀非人者之下是第三段呢，引杀非人罪，直成上意。那么引杀非人的罪啊，来质问，成就啊上头是属于杀非人的，属于杀人的方便罪来结的。五言者，一是非人，二非人想，三有杀心，四心方便，五命断，犯中品罪了。好、哦，这个语言都记住，犯中品罪哦。如何等者？哦，就文当中如何其因已是中罪呢？好、哦，底下呢说呢，以非人做人想，在人为净差，忘非人为想差，故是杀非人因也。因为啊，非人做人想，现在从立场上来说，在人为净差，你的立场是要杀人的话，杀人那是非人的意境来替呀、啊，所以叫做净差，叫净差。而反过来说，望非人，对望着你要杀非人的话，而非人做人想，这做人想是想差，跟非人的净啊不合的，叫想差。好、哦，就想错了，啊，想错了。所以说啊，那想差是什么？想差是下品罪啊！啊，你要杀非人吗？对望的杀非人来说啊，你升起人想，那就跟非人境不相应啊，叫想差，属于下品罪。所以进一步说，故是杀非人因也。所以说是杀非人的因啊，方便罪啊，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中品的呢？如何其因已是中罪呢？好、哦，这个净想即非人人想，想杀非人的话，那人想就是想差啦，它是属于因罪啊，怎么一下子律文变成换中品呢？不对啦、哦、所以说故是杀非人因也，就是解释那个
这本书的文如何其音、哦、这一句话就是把那个净想句的非人人想啊，那当成你要杀非人的话，它是想差，是属于因罪、哦、那如何就是滥问呢、啊？怎么因罪已经是中品的呢，这不对啦，所以不是对非人解罪的、哦、所以底下进一步说呢，为果罪但中罪，岂得因罪集结方便中罪也、哦、以非人方便但下罪故，此名力解中罪，不忘非人。为意思是说，杀非人的果罪啊，但是犯中品罪啊，岂得因罪？难道可以他的因罪就已经结了方便的中品罪呢？哦，他的方便罪应该是下品的嘛，哦，怎么会是中品呢？底下讲，以非人方便但下罪故，也杀非人的方便罪，但是结、下品罪，他的本罪是中品，方便罪一定是差降下来，差降下来、哦、下品罪。那这样解释啊，就说明了力解中罪，不忘非人啊。说前面的例文的非人人想结中品罪啊，哦，这个呢不对方非人来结的，是对着人这一方面净差方便结中品，赐他意解，故因不然也。这是破斥啊，他是就是古诗的意解，不同的见解，所以说啊，道理啊不是如此的。好，接着第二段，借舍戏淫，有人言上立意境，想于心中，想者决策，人察皆中，愚者无心，但属本性，愚者不讹，言两境生，故就两境双结恶罪。这个是属于啊课文后面课表当中呢，属于第二段。嗯，这一出引他诗耶本境是分成两段嘛，前面第一段讲过了，耶想心解，接着第二呢次疑心啊，是疑心解，它分成了三个段落。我们刚刚念的是属于第一个段落，底下的第一个段落出是他解，只是他诗的解释啊。有人言，这是第二诗，第二诗说上立意境，想于心中。上头建立啊意境，意境来替哦，王恶啊、非人、畜生、物目的意境，想想心跟疑心当中呢，哦、想则决策，想心呢就是决策哦，心里面就是这样想，决策啊、哦，人察皆中，就是。艺人来插替的话，就是意境当中是人啊，艺人就是王恶，本境要杀张三呐、啊，哈、哦，那个人插就是艺人来插替，就是王恶来插替要结众，因为人想，啊、哦，认为是这样了、啊，哈、哦，于非人畜生来插替。那么疑则无心、哦、因为、啊、非人人想，畜生人想、哦、那么所以他非人畜生他不生起非人畜生想，他生起人想，所以说疑则无心、啊、其他的意境来插替、啊、非人畜生来插替，没有杀他们的心，所以但属于本境啊，杀张三的那个方便罪、嗯、啊，方便罪，这是讲想心这一方面的、哦、他升起人想，
玩恶来插地，升起人想，心境相当，人人想当然患重哈。慧人来插地，升起人想，畜生来插地，升起人想，对慧人畜生没有心，所以当然是属于杀张三的本境的方便罪，就境差的方便啊。那疑心方面呢，疑则不恶，疑心的话就不如此了。愿两境生，这个疑就是犹豫，内心当中犹豫啊，是这呢是那呢，哦，犹豫。所以原两境生，内心当中原则本境意境而生疑的，是人呢或者是非人呢，是人呢或者是畜生呢，哦，原两境生，故就两境啊双结恶罪。所以就是本境意境当中呢，双结有两个罪，对本境就是中品罪，中品罪；对意境当中呢，哦，那你要沿着其他的境啊，人的境界当然是上品罪啊，哦，其他的三种啊，是人是非人，是人是畜生是物目，哦，往这边怀疑啊，哦，它是属于中品罪，就是中品罪的。好，接着我们再看啊，行中是云，行中义解释说，二次疑心结，三初是他结，彼为想心同善，疑心不同，以为决策本意恶境，并有心故。好，因恶罪者，本境方便中罪。人意境是上罪，于三意境并疑心中罪。这第二段呢，次疑心解当中，它分成三个段落。刚刚我们所讲的是最初是他师啊，只是他师就第二师解，第二师的解释。彼为第二师认为，想心结幻的情况啊，同于上面第一师所讲的，啊，疑心呢，那就有所不同了，啊，因为疑心呢，这个以未决策，疑心呢，就是内心当没有决策，没有决定是这样，就犹豫，啊，犹豫的情况。那本境本意恶境，并有心故。本境啊，意境当中都有心，是人呢，是非人呢，或是张三呢，是王二呢，哦，是人呢，是非人呢，是人呢，或者是畜生呢，是人呢，或者是物目呢，哦，就两境都有心，哦，因恶罪者，这双结恶罪啊，哦，这恶罪的情形，本境方便中罪。本境就是张三呐，啊，哦，张三是要杀的，原本要杀的境界叫本境哈，哦。对张三呢，结方便，啊，方便的中品罪。那人的意境，意境当中有四个嘛，啊，哦，人、非人、畜生、物目哈，哦。那人的意境就是王恶啦，啊，哦，王恶。人的意境当中要结上罪啦，结上罪。那其他的三种意境，非人、畜生、物目，都是结疑心的中品罪。啊，疑心的中品罪。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三段。皆是细云，今解不然，但类本境，纵使是意来差本境，若强若疑，皆列本境，何以明之？错是小千，误会生罪，如何来差俱犯中罪？
岂不忘人从本境界？这是呢第一时破次，业意来破次，这个第二时前面呢的见解。我们看呢后面那个科啊，那个科呢，这样翻一下啊，我们就知道他所讲的哈。后面的科前面是是他是是他解哈，接着第二是耶义次，第二的耶义次是属于第一时耶义来破次那个前面的第二时的见解哈。今解不然啊。初时呢第一时破次第二时说呢，说现在我的理解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但内本境，说呢立文的境想句当中呢，但是列出人的本境它的最像啊，纵使呢四意来差，纵然使得四种的意境玩恶非人畜生物目，这四种意境来擦替这个本境啊，若强若疑啊，假使或者是意境强啊，或者是呢对意境升起疑心啊，升起疑心，皆列本境，都是列出对于本境啊而来结罪的，对本境结罪的啊。为什么呢？何以明之？为什么能够明白是这样呢？说畜是小牵呢，说杀畜生呢，他是小的过失下品罪。好，那物会生罪，物目啊不是生罪的缘，就是没有罪的，物目是没有罪。好，如何来擦计犯中罪？如何这一些境界啊来擦替的时候，这畜生啊物物来擦替也都换到中品罪呢？这中品罪立文是这样结的、哦、那这样的道理啊当中啊，岂不忘人从本境结？这难道不是对望的人从本境，从原本想要杀的那个境界来结罪的？接着我们看呢底下行中四云，行中记者解释说，次耶义次，就义理来破次，还及古义啊，对破前解，故云今耳。所以呢还是属于古诗的这个义理、哦、还不是属于正确的。那么对破前解，故云今耳，也相对啊破次呢前面第二诗的见解，所以说是今今解，不然这个今不是现在先祖的见解哈，是第一时他破次第二时的见解罢了，而就是罢了。那下云今明正解，始是今义，之下说呢今明正解，这是第五段啊，第六段哈、哦，第六段呢，好、哦，第六段呢。精明正解那个才是属于、哦、这个精义，就是金石呢先祖的这个所要表达的意义。文种初判定因但内者，即止立文尽想句中、文当中呢分成两个段落，最初是判定，最终判定都是对着本境来列出罪相的。因但内者，讲到但内，但内本境、哦、这个意思呢即指立文境想句中，就是指那个立文境想句里头说明呢对本境这个张三呢结罪的轻重。何下何以明之啊？之下是第二段呢、啊、争事争问来加以解释，且己处物难破前意，即使破此则知前解意境皆正罪，
姑且己出啊，畜生下罪，物目无罪，来烂破前面第二识它的意义。那根据这个地方呢破次的言辞来说的话，那么就可以了知啊，前解就是第二识的解释，在意境啊来替的时候，都是解中罪。对意境当中呢，都是解中罪，解中罪。接着是一底下一段的，借时吸引，问意境有强方便属合，答强想犹怀本境，故知此强不忘意节，如是内力。若与若想，皆从本境。这个是属于科文呢，后面的科文，它属于第三引强为例，就是我们六段的文属于第四段的，但是呢，科就是第三引强为例，引意境强，为例子。这本书呢，接着有所问，说意境有强方便属合，意境来擦剃的时候呢，有强大的势力啊，杀不得。那么这样的方便罪啊，属合是从本境呢，或者从意境来结呢？底下呢回答说，强想犹怀本境啊。说强想就是意境强，但是内在的想心呢，由来还是怀着本境，叫做人想，人想。故知啊，此强不忘意节，因为是人想啊，是对本境咯，对本境哈、所以我们可以了知，这个意境强的时候，不对望的意境来结的。不对用意境来解，说意境太强没办法杀他，那么对他结方便罪，不是哈、如是类例，如是类推比例啊，若疑若想，假使疑心或者想心，都是就着本境啊，原本你所要杀的境界没有杀到而来结罪的哈、疑心想心也都一样的，就本境来结罪的。那底下呢，行中是云，行中去解释说，三引强为例，具上以明强从本境啊，更易别事，故问所属。第三呢，以引意境强来做例子，那根据上头已经说明过了，意境要强的时候，是随从于本境啊而来结罪的，对着本境来结罪，没有杀到啊。那更易别事，就更这进一步啊，想要特别来指示想心、疑心，都是对望的本境来结罪吗？所以啊，问他的所属，问他所属。那么底下呢，回答：答中强是意境，想言本境，故云强想。前面的回答的言辞，强想犹怀本境。好，那个强就是意境强，想就是沿着本境来想的。那个想是仍然是沿着本境人呢、人来想的。如下立通，如之下是如是利益内利、之下是比例啊，通那个疑心想心、也是对本境解。即此利益，不问想，于意境之上，永无罪也。
前门近墙乃曰本境，此名异墙，西子两别。那根据这个地方来建立道理的话，不问呢想心或者疑心呢，在意境之上啊，永远是不结罪的，没有结罪的情况。那前一门的境强，境强方便呢，是就着本境，你要杀张三，张三太强了，没办法杀，罪局现在方便罪。这个地方呢，是说明意强是意境强，意境强。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两别这两种是不一样，都是境强啊，但是本境强跟意境强啊，好，接着底下的属于第五段啊，第五段借舌序言问意境若强，差我不杀。强是本境，亦非罪责。意境忽弱而被我害，未害之前方便属谁？若见意已弃，别有方便，此则本境方便之力。若见意已去，无别方便，害意果罪，因还本境。若此利益，则无境差。那么这个是属于我们看那个科后面的科表啊，科表上啊，是属于第二大段呢、啊。第二，明经世曰两境难啊，说明经师啊的解释，就是本境异境这两境来难啊，来难问的情形。这一出刚刚我们练的是属于出内境强难破。内啊，就是紧接着前面境强来难破哦，底下那个文呢、啊，哦，这个底下的分科是根据《行中记》的，在解释那个戒本书的文哦，它是分成了、啊、三个段落哦，那我们呢，顺着前面啊、哦、的文来解释啊、哦，戒本书。接着又说问意境啊，假使强差我不杀，来差而我不能杀了、哦、强是本境，就意境强是对着本境来结罪、哦、意非罪者，意境当中都没有结罪的话、哦、不对意境结罪的话，那假使意境忽弱，意境来插地嘛，但忽然呢境界里头被我杀了，而被我杀了啊、哦！未害之前方便死罪，还没有杀害之前呢，这个方便罪啊，哦，意境弱嘛，哦，那方便罪啊是就着哪一方面意境或者本境来结呢？好、哦，假使见到呢意境已去。见到意境已去，别有方便，在意境之上啊，另外有属于意境的方便罪，此则本境方便之力。如此的话，本境啊的方便罪啊，就是没有杀到哈、哦，那方便境差的方便自然建立了，那意境当也有罪，这两个境界都有罪，都有罪的。因为有另外的方便罪生起、嗯、那假使见到意境已去呢、哦、本境不现前呢，意境来插替了，见到意境已去，没有在另外的方便了，那这样的话害意果罪，你杀害意境的果罪呢，它的因还本境，它的因呢还是依于本境啊，就是以本境的方便罪而成就杀意境的果罪、哦、这样的话若此利益则无境差，假使这样建立这个道理的话，就没有境差方便罪了、哦、因为因跟义
本净的因跟意境的果那结合在一起了、哦、就没有进三方便。那底下呢行中四言行中记解释说二耶、啊、明今是耶两境难二出内境强难破、嗯、这是属于第二大段呢、啊、说明今时解释的解释就着本境意境啊啊来烂问分成啊两颗啊这一颗内境强烂破第二颗是身经境正解啊、嗯、那这一颗的这个内境强烂破文里头解释的文当中分成三个小段落这一出叠前意、哦、这一出是叠是前面的、意思意境若强差我不杀强是本境啊意非罪者、哦、这叠是前面的见解、哦、那意下是第二凡以境若为问、哦、说意境忽若安而被我害这一下呢是反过来以意境弱境界弱呢而被我杀害的来做烂问、哦、弱见下双烂、哦、弱见之下就是属于借书的文第二第二行的那个弱见意境、弱见意已弃没有方便、哦这是属于啊第三段的双难、嗯、双难呢底下又分了两段啊初也有方便难这一处就是意境另外有方便另外有方便罪来难问、啊、则本意两境皆有罪故见意境之后呢另外有方便那这样的本境意境两种境界都有结罪的情形次以无方便难、嗯、其次呢以没有方便、哦、见意境之后没有另外的方便那这样呢意境果成本境因末故云无境差也、嗯、那意境的果罪成就的时候呢本境的方便啊那个因罪啊就没有了那就没有所谓的净差方便、哦、这个呢我们看那个科表、哦、科表里头、哦、那个内净强烂破这一出叠前意、哦、叠是前面呢、的见解、哦、接着第二段还以静若为问以意境要弱、哦、来难问的那么第三双难这一出也有方便难有另外的方便、哦、见意境之后有另外方便第二呢也无方便见意境之后没有另外的方便、哦、接着底下的属于第六大段呢、啊哦、就是第二颗的身经正解我们看那个文、哦、借舌序云亲民正解本境一品其实中罪意境来差人境言人有强有疑莫不杀心皆解中罪若至非处力有强疑以怀人想强从本境非处意境一向无罪若兼疑心从两境生本境疑中罪非处疑下罪若至误目并解本境以误意境非生罪也现在说明正解正确的见解、哦、
本净一品，其实中罪。本净这一品，因为没有杀到，因为这是讲净差嘛，意境来差替，所以本净呢，这一品没有杀到啊，不死哈，其实中罪，都是相同属于中品罪的中罪。意境来差，现在是讲到意境的情况。意境来差地，那意境当中有王恶、非人、畜生、物目啊、那么里头呢有强、有疑、有想心啊、有三种。我们看，说意境来差，人境言人，人的意境王恶啊。言人就是有人想，有人想，那有人想，但是当中呢有境强，有疑心啊、疑心怀疑啊，莫不杀心，没有不是啊，怀着有杀心的，所以啊，强意境强或者疑心，这个都是结中罪意境来差地的意境当中啊。若灰若至灰处，力有强矣。假使到达灰人畜生来擦替比例当中，也有境强，杀不得，有疑心，有疑心的。以怀人想，强从本境。灰处意境一向无罪。那么这是讲到啊，想心啊、因为呢。这内心当怀着人想，那意境强盛的时候呢，是就着本境人来结方便罪，就是有人想啊，你要杀人的人想啊、所以就人的本境啊结方便罪，对非人对畜生的意境呢，一向是无罪的，因为你内心当不升起非人畜生想，你是升起人想，怀人想的啊。所以说呢，在意境当中一向无罪啊，因为没有那个心啊。若兼疑心哦，疑心它就不一样了哦，是人呢，是非人呢，是人呢，是畜生呢，哦，从两境生，疑心就犹豫啊不决哈、从本境意境啊两种境界生罪。那就本境来说，疑心呢中罪。那向着非人这一方面呢，畜生这一方面疑心呢是下品罪啊，下品罪。就是呢非人，非人的意境来差地，是人呢是非人呢哦，要是非人想是心境相当呢，非人疑就是罪就差降下来，就是下品罪。这样的意思、那畜生的意境来差地当中升起，是人呢是畜生呢，往人是属于中品的，往人是中品的，往这个畜生疑、是下品的，他的本罪是下品呢，但是生疑是畜生呢，疑心也是下品，自教当中是一样的，业道里面呢是有轻重的、我们姑且这个都是就着那个自教罪来讲的哈、若是物目哦，物目的意境来差地啊，并结本境的本境的疑心啊，物目来差地的时候，是人呢是物目呢哦，都是结那个对本境人的疑心结中品。是物目呢，这个是不结罪，因为物意境啊会生罪也。物目的意境啊，无情物啊，不是生罪的缘，它是不换的。好，接着我们看《行中记》的解释。《行中记》的解释哈。
心中是淫恶，身今正解中二。身是说明，今是正解当中呢，文分成两段，这一处明本净通解，说明本净呢没有杀盗，通解啊净杀方便的中品罪。意下意境来差之下是第二段，说明意境别解。意境来差地人跟着意境当中个别结罪的不一样啊，不同的罪。又互为恶，又分成了两种，这一处门说明人的意境，王恶来差地啊。若之下赐名灰处境，这个落字下，前面的落字灰处底下，说明灰处的意境。又二，又分成两段，这一处通标强移，笼统标示出这个灰处当中也有境强，也有移行的。以下别是，以怀人想强从本境之下，是分别来加以解释。这一处解释境强，这是解释境强。若间下，若间移行从两境生，这个是第二解释移行，上头是解释境强，接着移行。挥处恶意，正犯中罪下罪，移故并下罪。挥人畜生两种意境来差地啊，正犯杀灰人是中罪，杀畜生是下罪。好，那么移行的话，罪就差降了，都是属于下品罪。好，属于下品罪。那物目呢？物非罪言，故无所犯。物目啊，无情物，不是生罪的言，所以无所违犯的，不结犯的。初时即求本境，意者不解；次时移行两言，意境皆中罪，不减轻重。观经首判，文理精详，比前可见。说第一时啊，即先就着本境解，本境来解罪，尽差方便；而意境当中呢，不解，不就着意境解罪。第二时啊，移行两言。因为第二师这个想心当中呢，跟他一样的本境哈，意境的解本境的解是一样，想心哈。那移行当中呢，两缘意境当中都没有重轻了，都是中罪的，说不减别有轻重。那这里先主讲意境当中是有重轻的，有重轻差别哈。所以观经所判，文理精详。我们观察经师所判定的，那么灰人畜生当中一意是下罪啊，物目一意是不犯的，这个文具义理，精详且精细，比较仔细一点，比前可见了，我们比对前面的文呢，就可以明了的。所以啊，在作句当中呢，不妨本境意境，本境当中呢不死通结中罪，意境当中就有四种呢，亡人、灰人、畜生、物目。亡人的意境当中有强有疑，但是呢这当中都有杀心，所以是中品罪，中品罪。那灰人畜生当中呢，强的话意境强，杀不得，解本境的境差中品罪。非人畜生他是不解罪，因为他不升起非人想畜生想哈。移行当中言两个境界的，言两个境界哈，言的是人呢，这是中品罪；言的是非人呢，是畜生呢，
是属于下品罪。接着物目当中呢，对着物目的意境，疑心当中对人的意境啊，人的境界是人呢，这结出名罪；是物目呢，会生罪也不坏啊，这样就可以画一个直的哈，画一个直的这个表，这样看的就比较清楚哈。好，那么以上啊，就讲过的这个净差啊。净差哦，哦，接着我们要讲想差哦，啊，想差，就想心呢、啊，跟前面的境界啊是不能配合、不相应的，啊、哦，你心所想的跟前面的境界不相应，这叫想差，啊，想差。那我们呢，看了这个文，借书云：地有想差方便，一章八位。出心察境方便如利人非人想等二境察心方便如利非人人想等第三心察境究竟如利饮酒戒若怀非道非酒想疑但是正见皆解究竟四境察心究竟如意狂杀狂张人张气王来阎王张杰若狂若杀四境俱差其成就竟五心境俱差成方便六即此互差成就竟以是失取七心境不差成方便如出火生血静强圆察之类八心境不差成就境诸界病死那么底下就着心跟境、啊、对望来说、那借说见是第二十九页、啊、第五想差方便、想心内心的、啊、想心呢跟前面的境界啊差误不相应啊得方便罪的叫想差一章八位耶义啊彰显有八位这一出第一心差境想心呢、啊、不称合前面的境界结方便罪如律人非人想是人的境界但是做非人想或者等就等于做畜生想做啊物物想这个想心呢、啊、跟前面的境界不能、相应的这个叫想差、哦、叫想差接着第二境差心境、啊、不称合于内心所想的结方便罪、这是什么呢如律非人人想等非人人想、哦我们刚刚讲的杀盗淫妄的戒条都是以人为本戒其他是意境的想也是人想是主要的、哦、其他的想是错误的、哦、就是你要杀人这要偷人的东西、哦、来对人来狂骗、哦、所以境是人想也是人想、哦、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啊这个地方呢第二句这个地方呢就讲非人人想人想就本来啊、哦、本来就是要杀人或者狂人等等但是非人的境界来替的这个境差心是属于境差属于境差的、哦、不然你会跟前面比对起来、啊哦、碰在一起你会想这到底两个有什么差别、哦、一下变成想差变成境差了、哦最主要是人人想、哦、人想是主要的所以第一句啊以人境做非人想那是想差第二句非人呢、啊、升起人想是人想他是人想的非人来替这是境差、哦、以人为主的、哦、在第三心察境究竟
想心跟境界不能称合啊，但是要结究境界，什么呢？努力淫九戒，就淫戒跟九戒啊，淫戒跟九戒。假使怀着挥道挥酒想移，就是挥道想啊，或者挥道移，或者九戒当中挥酒想挥酒移，但是正见，只要是正式的道或者是酒，你做转想升起疑心，都要换究竟的，结根本罪，本罪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戒条，其他的戒条啊，比如杀人升起非人想，他罪啊就差降下来，升起非人疑，罪也差降下来。那妄语戒呀、偷盗戒都一样了，有主无主想，有主有主疑，这也是差降的，或者有主无主疑、因为咒句当中没有这样、就有主、有主疑疑行，或者有主无主想，这些呢罪啊都会差降，都差降。但淫戒当中呢，你到升起非道想，升起非道疑，都是一样犯众。九戒当中呢，这个九升起非九想，非九想是转想啊，非九想和非九疑都是一样犯本罪，都犯本罪的啊。它这两条戒也比较特别，因为啊，淫戒是障道的根本，九戒是生罪之源。所以这两条戒啊，它比较特别，比较特别啊、你做任何的转想，或你升起疑心，只要是正境啊，都是结究竟罪，结本罪的。再来第四，境差心究竟，境界啊差就不合于想心，但是要结究竟，如同想要啊杀害狂骗张人。就狂就大妄语，张气王来，张三呢不在现场，而王二来到这个现场呢，阎王做张解，沿着王二做张三的理解啊，这样呢，若狂若杀，事境俱差、这个境界啊都差了，不合于我们内心所想的啦、不合于内心所想，因为你做张三的理解嘛，他实际上那是王二哈。但是当中呢，都是以人想，啊，杀戒当中人想，人想没有差，那换究竟，大妄语戒当中都是人道，人道当中不开客心，大妄语戒当中不开客心的，说我要跟张三讲，王二在现场，我跟王二讲不换，不会，他一样换的。这人道当中不能开课，课定我要跟某人讲，没有某人没有在现场啊，那其他的人呢、我跟他讲不换，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妄语就是殃及名闻利养，你跟张三讲，你会得到名闻利养；你跟张二讲，王二讲，也会得到名闻利养。同样的，所以都要换众的，都要换众。所以说呢，事境俱差都不合于我们内心所想啊。但是呢，你怀着人想而人道当中呢，不开大妄语，不开客心呢、都一样，七成究竟，都成就究竟罪，就是本罪的。再来第五，心境俱差，成方便，心与境啊都差误了都转变了。如同说，你最初想要杀张三吗？亡人来替这是境界差误了。接着心又转想啊，认为这是灰人这是灰人，就晚上了或者晚上的时候蒙蒙的看不清楚所以这是想差。因此说心跟境啊都差误了，成方便。第六呢，即此互差成就境，就是上头的心境都差误了，仍然成就境，以是失取，
以事项呢思维而取得当中的答案、哦、它的道理那是怎么样呢？就如同前面所讲，你要杀张三，王二来替代、哦、心里面呢你要说哎呦这是理事啊、哦、是人想一样啊，还是幻中的。王恶来替不升起王恶想而升起理事想、哦、那一样呢还是人想、哦、所以还是成就境。第七心境不差成方便、哦、心境不差成方便人人想这心境不差相应了但是成方便什么情况如出火生血提婆达多啊害佛、哦害佛的情形提婆达多知道是佛佛也知道是提婆达多两方面都知道很清楚的、哦、但是害不成啊害不成就境强、哦、佛的威德力啊、哦、境强或者圆察诸缘插脱那、啊、之类的、啊、诸缘插脱那像啊提婆达多、啊、派了很多人那要去害佛派一个再来派两个派四个派八个、哦、派到六十四个、哦结果呢去了看了佛的威德力啊大家这个刀子都丢下来了、哦爬着匍匐前进到世尊的前面啊忏悔啊佛的开导就叫他们从另外一条路走杀不成、哦、有缘察出缘察脱的情况、哦、都被我度化了那再来第八心境不差成就境心境啊不差就相应成就境知戒并是所有的戒条净想句的第一句第一句哈、哦、第一句就是属于心境相应的哈、哦、它是解本罪的哈、哦那杀道一望当中呢杀人人想道呢有主有主想淫戒啊道道想、哦、妄语戒、啊、也是一样向人人想、嗯、这是第一句都是、哦、属于心境相当的、嗯、接着呢行中是云行中去解释说此门八位前是互利后世俱坚、嗯、那这一门想差里头分成八位前世、哦、前面四位啊互利就心跟境互相利对、哦、互相利对、心差境境差心、哦、互相利对后面四位啊是心境俱坚、哦、心境俱坚那一三前是相差第一跟第三第一是心差境第三也是心差境、哦、这是属于相差属于相差五六心境偏差第五心境俱差第六即此互差、哦、这个是心境、五六心境偏差就是都差了此门唯收四句啊这一门想差这一门唯独收摄这四句一三五六啊一三五六那么第二第四属于前面的境差啊第二的境差心还有第四也是属于境差心啊属于境差前面的境差方便啊七八即境想出句第七心境不差第八心境不差、哦、这个是属于境想句的出句第一句、哦、第一句故此四句皆非可以所以啊这二四七八、嗯、这四句啊都不是这一颗想差当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哦、句法相从故为八位啊因为句法的次第啊相从这样类出来啊、哦，列出来，所以啊，就分为这八位罢了，啊、哦，而实际上呢，就是最主要讲前面的一三五六啊，
这四句，五六二句啊，令以思思啊，令以思思者，五六这两句使令以思来事项来思维取得哦，就我们刚刚举出的例子哈、哦。那么底下说呢，五中第五句当中，心境俱差，如意沙仓，亡人剔处是境差，心复转想，未为非人及小差成方便。好、哦，就好像说内心当想要杀张三呢、啊，而张三不在啊，亡人亡恶啊来替代张三之处。这个是叫境差，而内心当中呢又转想啊，认为哦这是非人了、啊、这是想差了、哦、所以说心跟境啊都差误了成方便。那第六句当中呢、哦、如欲杀张亡人剔处心作理想还成究竟、嗯、如同呢内心啊、想要杀这个张三，而王二啊来替代张仁之处呢，内心当中又做是理事，针对王二这个机又做理事的想心呢、啊，哦，还成究竟。虽然心跟境都差了，然而还是犯究竟罪，因为人想不殊啊、哦。焉互差者，互即是聚。想到互差啊、哦、互差的互啊、哦、这互也就是聚的意思啊、哦、聚差了。承上第五故云即辞，承着上头第五句所以即辞啊、哦、即辞、嗯、这第五句第六句，那前面的第五句心境俱差成方便，第六句即此互差，这个即此就承着前面的、哦、前面第五句的心境俱差、哦、那七重初血一脆永无根本，境强缘差事不究竟，心境无改。第七当中、哦、前面的第七是属于心境不差成方便，如出火生血、哦、境强缘差之类。所以说呢，出血一罪，出火生血这一个罪啊，永远没有根本，因为佛不受害、哦、那境强缘差、佛陀的威德力啊、哦、他没办法加害的，哎呀，诸缘差脱，所以事不究竟，害佛的事情啊不到究竟的。然而呢心跟境啊都没有改变啊、哦、没有改变的，也知道是佛，佛也知道是提婆达多、哦、所以心境不差成方便、哦、底下的那个暗语、哦、那个暗语我们把它、讲一下、哦、那个洪公的暗语说，书中是云杀狂张仁等如别简信总章错误结为事，借书当中的第四位里面呢、哦、他讲啊想要杀或者狂这个张仁、哦、杀狂张仁、等等的、哦、那么这个呢就如同别简信众章后面、哦、错误就148页的那个错误这一节当中有尾细的解释、哦、好，我们时间到，先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常会来日，回向。